行仔，接住啦！阿晶，阿爸話佢以前成日都喺度，喺度做乜鬼啊？佢話佢暗戀過一個人，中意喺度偷偷地望佢。我哋媽咪係佢初戀咩？全哥，爸，你喺度忙咩啊？你怎會培養到這麼特殊的興趣偷窺人的？我沒有啊。不是問你，問阿芬啊。蛤？你們不特殊嗎？沒做過怎麼認啊？現在不是戳你說啊，當你是阿恆仔的朋友才關心你。我不會喜歡你的兒子的，你都不會要他啦，專心生你的兒子啦。是不是看太多 AV 啊？你阿婆知不知道？媽媽知唔知啊？嚇！我都冇老母。我唔係問你。感謝主，我準備好噶啦，可以報警。你唔好喺度扮嘢啦！你去邊啊？你去邊啊？我唔要幫你看住佢啊！恆仔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恒仔，得你一个嘅，爹哋咧，冇事啊嘛。嗰度有个位可以望过嚟呢度，你知唔知噶？你知嘅，你爹哋同你讲啊，我自己见到嘅。啊，恒仔啊，其实好多嘢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选择权利嘅。我嘅选择系一直咁去关心你哋一家人，所以希望带你哋嚟教会，希望引导你哋一个正确嘅方向。
如果唔得咧，相信嗱，好似个天咁啊，今朝好大雨噶，依家咪雨过天晴咯。你哋嘅事咧，唔需要周围同人讲噶。嚟紧有个性小众嘅报道会，揸住啊！你中唔中意我爸爸？头先咁讲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选择权利。我希望你嚟参加。阿恒去咗边啊？咁耐都未翻嚟嘅。你明知阿恒系基嘅，仲同佢做 friend 嘅？做 friend 啫嘛，边你谂得咁复杂啫？你知唔知阿恒因为中意你先帮你顶罪噶？你唔惊噶？又唔系我叫佢中意我，我唔中意男仔啫。但系我到时可以介绍男仔俾佢识噶嘛？你對恆仔都幾好喎！啊 ，uncle， 你快啲放咗我啦！我已經成晚冇翻屋企，我阿婆揾我唔到，佢驚就會報警噶啦。咁到時我哋大家就一鍋熟噶啦。你都仲識關心人，好。恒仔，你去边啊？你好耐啦，哇，拉二行，喂，你唔系嘛，拉二行，佢咩都未认，你都放佢啊？喂，拉二行。你再咁，我唔理你噶啦！以後你真系放我走啊？要坐監，坐監你都唔會中意我噶啦。我啱见袁哥哥，佢话迟啲有个报道会，我谂我会去睇下。你以后唔使再担心我噶啦，我会做翻神嘅孩子，好似你咁。你想清楚的了，我是你的仔嚟噶嘛。
你仲未签份协议书喎，会唔会唔系几好啊？你约我出嚟就系想讲呢样嘢啊？冇，个男仔走咗啦。恒仔话想试下中意女仔。若果恒仔转唔翻，你会唔会接受佢中意男仔？你而家先嚟问我，对唔住啊！对唔住乜嘢啊？我14岁嗰阵时，中意咗一个男仔，佢叫我翻教会，我就翻，叫我信耶稣，我就信。佢话你系一个好女仔，所以我就追你追你。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！点解仲要话我知啊？我唔想去到天家见到二郎，俾佢话爸爸讲足一世大话。今次真系神嘅安排。无论以后恒仔中意边个都好，我都会支持佢。仲以为你以后都唔见我添，几十年朋友咯。讲少啫，我自己都谂唔到会行得翻啦。呢条路一路都冇变，你谂咩啫？冇谂下自己人生嘅路，做咗啲咩决定，行到今时今日咁样，行到乖仔嘅，唔使担心啦。佢哋嘅路系咪真系咁好咧？乜嘢叫做好啊？发生咗咁多嘢，有时我见到佢啲人，发觉佢仲开心过我同我啲仔女。佢哋呢类人咧，开心还开心，但系上帝未必悦纳噶。咁二乐，上帝悦唔悦纳啊？我哋一起为你仔女祈祷。阿勇啊，虽然仲叫我爸爸，但我觉得冇资格。你都累啦，我哋翻去啦。播到会完咗之后，我上大陆。今次去几耐啊？唔知噶，我都有叫恒仔嚟播到会，佢大个仔，等我自己面对。
俾翻你。我等阿芬喺男朋友呢度出嚟，唔好再揾佢。啊，识嘢我哋。阿 Maria， 恒仔翻嚟啦！恒仔，做咩啊？恒仔，冇嘢啊嘛！恒仔，做咩？喂，你有燒啊？唔使怕。快一陣，我攞條濕毛巾。我頭先啱啱差啲殺人，依家咪冇事咯。尋晚發夢見到哥哥捉住我咁望住我，佢話：你遲啲好快都去到橋嘅對面，唔想似我哥咁啊！恒仔，唔会噶，唔会噶，冇事噶，冇事噶。恒仔，你比你哥哥仲要叻啊！系咩？你都唔识我阿哥？我咩唔识佢啊？如果唔系啊，你呢家人咁烦，我晨早扯咗啦。在座有邊位冇手機嘅舉手，全部都有喎。咁超過一部嘅咧，可能有兩部、三部嘅咧，舉手。哇，都有幾個喎。同性戀同輻射冇乜分別嘅啫，唔係世界末日。就算係世界末日，上帝已經將最寶貴嘅兒子獻俾我哋，佢哋會引領我哋行翻正確嘅方向。大家一起重唱聖詩，堅守我們的信仰。
大家唔使驚，靜一靜，靜一靜。我哋弟兄姊妹識咗幾十年噶啦，愛裏沒有恐懼。就算我知道恆仔係基嘅，俾我講，我都一樣會愛佢。調翻轉，若果佢知道爸爸係一個同性戀者，你會唔會一樣咁愛爸爸咧？多謝你啊！